玉里镇民代表吴兴文每年都会号召玉里镇各民间团体办理捐血活动，并且与玉里镇多家餐饮业者合作，赠送捐血者用餐券等优惠来响应捐血。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年，而今年定在10月15号，并且在玉里镇的黑熊馆前广场办理。今年只要是电话预约的前100名，就有精美小礼物，也有搭配预约者专车，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捐血做爱心。玉里镇民代表吴兴文每年都会号召玉里镇民间团体办理捐血的活动，并且也跟玉里镇的多家餐饮业者来合作，来赠送捐血者用餐券等等的优惠来响应捐血。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年，定在10月15号在玉里镇的黑熊馆前广场来办理。而今年只要是电话预约的前100名，就会有精美的小礼物，也有搭配预约者的专车，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捐血做爱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承蒙了很多的单位，共同的协助办理，也非常感谢在地有非常多的企业以及小农来一起来做捐血好礼的赞助。那所以这一次的捐血好礼非常的丰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那我们目前，有做预约的动作，预约已经超过了100人。吴兴文说，这次感谢共同合作办理捐血活动的各个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参加服务的志工伙伴，赞助活动捐血感恩好礼的所有店家，更希望借由每次的捐血活动，在花莲偏远的南区募集到更多的血液，缓解花莲地区平日用血的需求。也欢迎民众10月15号来到黑熊馆前广场，一起来响应捐血。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